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亚快听的亚小铃铛，打招呼。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的秘密世界天行论战地图实战趣味详细地图，叫做奥特曼横班闯关。感谢小伙伴的收看，小伙伴观看我们的视频要记得点赞、评论、点后的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来吧，咱们各自开启单人游戏，进去吧。来，好像咱们能变身的奥特曼就只有杰克跟赛文。哇，自带 BGM 的呀。那我选赛文。好，变身了，这边有一些那个什么卡片切换技能大招什么的。 OK， 游戏游玩愉快，先往这边走。第一波已经开始了，等一下，我箭头符号没有切换出来。哎，撤走，等会，哎，出来了，再见。杰克他为什么好胖啊？我已经在第二关了，你声音好小啊。小吗？再见。不会啊。第三关，我是什么？赛文地府。快不行了，我只有100多绝学了。大招准备就绪了。OK， 下一关，你们要相信光的力量。这完全被他们壁咚打，刚刚那个位置不好，再见。不是他的生命有数量限制的吗？生命值啊，不知道。哇，年轻人，我受了重伤，需要借助你的力量。无限赛文吗？借。啊，神经病啊！我借给你力量，你竟然还要我刷花钱？干！好，切换一下，无限赛罗。哇，好帅啊！我变成无限赛罗了，血量也变成了500点，不见了。真的是，见了第一回还想见第二回，就想骗我的钱。哎，好疼好疼疼疼疼疼！你这个大招，哇！无限赛罗的大招好炫啊！你声音好小，这个 BGM 把你的声音给干掉了。庞顿出现了。他这个游戏 BGM 太大了，我都关掉了。我刚刚开最小声，耳朵都快炸了。怎么关掉的？就是把音效关掉啊。我怎么不早说？我刚刚听你的声音也是听不清楚的感觉，就把它关了。幼年的庞顿，给他试一下这个大招，我奥特激光，回个血。等会儿，这个家伙我都还没干掉，为什么？完了，打不着了。等一下，好，借了，再见。再见。必须得借才能走是吗，哥哥？对，你可以不借。闪现走，往这边。我借。大佐准备就绪，等一下。哎，完了。完蛋了，我这好像出现 bug 了。怎么了？我往回走，他出现了一面墙把我挡住了。就没事，他等会就好了应该。气死我了。哎，出来了。哎呀，闪现阿修尼，
干掉了。好了，搞不清楚了。下一个，年轻人，你们要相信光。打招准备就绪。光能驱现，光能驱散一切的黑暗。你倒是开门啊！这个闪现，我趴下了。这个闪现闪不过去，我还好，还没狗。稍微等一下，这个墙看它会不会消失。OK。估计是我往回走的原因。嗯。好像出现 bug 了，好气哦。好难呀。妹妹，救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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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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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！哎，不对呀。嗯。是往回走，它消失了呀，刚刚。我身为无限赛龙，我居然还会被一面墙给挡住了，你敢信？闪现呢？也闪不了吗？气死我了！闪现闪不过去，撞墙。可怜的孩子，哎，可怜的孩子。我刚刚站在墙的面前，来了句芝麻开门，他就消失了。我掉门。是密码的呀，不知道，声控的吧。哦，可能是的。骷髅哥们啦，我打不过他。闪现，他近战伤害应该特别那个，特别高。哇，用脚来顶的。啊，我根本打不过他，哎，打死了。大招准备就绪，闪现，躲掉他的脚攻击，奥特激光。恢复一下闪现，漂亮！我去！哎哎哎哎哎，他不讲武德，我的天，他顶我屁股！啊，再闪！需要大招！哇，指甲都摁不上！我这家伙好肉啊！奥特激光，干掉了！等一下。等大招怒气值，下一个会是谁？吉尔贝利亚！走！吉尔贝利亚，放过！别！他拿棍子敲人，好疼啊！我的天！两下就死了。闪！没闪过去。大招准备就绪，好，闪现，拉开距离，奥特激光。我去，他过来了吗？呜，别抢我！还好他移动速度不快，我们可以跟他拉开距离。这怎么打？又被他敲到了，得拉开距离，他近战攻击伤害太高了。我感觉我菜。就是原罪。好，奥特激光又可以释放了，恢复一下闪现 ，nice， 一气呵成，奥特激光，再来一个这个，哎呦，胜利了，你打死他了，嗯，这么快，对呀，我胜利了，闪。你重生了几次？我重生了 N 次。哎，解决了。来吧，咱们结束这一期了吧。嗯，好的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。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